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，今天是带来手游 CF 我们群里的一位大神的一局排位赛啊，我们看他打得如何啊。然后他的话拿着巴雷特毁灭，配的是沙鹰无影这把枪，然后这边是香蕉道，这边飞口瞄一下啊，这个土匪出来直接一枪啊带走第一个啊，然后发现这边好像包也是掉在这边了啊，那是肯定这边还有另外的土匪啊。好，第二个直接一个瞬狙啊，一个瞬狙巴雷特非常漂亮啊。好，我们走上阳台啊，以前打端游 CF 的时候喜欢这边叫它阳台啊，阳台。然后这边瞄一下另外的这个潜伏者的话，他肯定是会过来的，因为包包掉到这边了嘛，对吧。好，这边瞄一下，哎呀第一枪没打中水了啊，但我们直接切出我们这个沙鹰无影啊，这个沙鹰无影这把枪非常的帅，然后拿到了三血啊 Triple Kill 啊，这边直接沙鹰无影刺杀啊，基本上是锁定了胜局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在我们这个群里这位大神反应也是非常的快，他的段位的话是最高是打到过枪神啊，非常的犀利啊。那么像这种局势下的话呢，最后一个我估计呢他是想刀人了哈，你看他一直在切刀啊，他有点想刀人的感觉啊。啊，土匪那个潜伏者家没有人啊，然后的话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局了，这个潜伏者有天大的能力也翻不了牌，因为包已经掉了啊，我们五个保卫者都看着，然后这一波应该听到动静了，直接看能不能刀他，有没有机会，有没有机会啊，队友不给面子啊。那么这期视频给大家做到这边了，拜拜。